听说现在最夯的 NBA 游戏就是2K16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基部的小组，是，我是喇叭张，我是小飞侠，来看看谁在里面玩吧，走。Hello 大天，嗨，你跟谁 PK 啊？好，没有，我跟我朋友，今天我们跟大天来 PK。首先，东京基部的小组派出。比赛即将开始啊！由我们的东京娱乐基部这种小组来挑战我们的陈大天。话讲多一点，真的。好的。动多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下次大天。对，马上得分了！哇塞！这是谁的？现在是你的。这是你的分，不要你的分。因为在一阵乒乓马乱之后，他忘了传球，所以导致现在又拿了是我们大天拿到球啊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他换了一个 NBA 球员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犯错。从底线要进攻的时候，忘了发球啊。看来小飞侠在球场上似乎发挥不了作用，东京基部的小组立刻派上实力坚强的。那、啊、我赢你怎么办？哎、先别说，我先出了半场。是很会呛，我们来看看这局到底鹿死谁手。现在只差四分哦，情况非常的危急，我封麦危机。底线有人，底线可以传，出手，不会吧？哦，他追分追得很紧，真的哎，紧紧咬住哎，没有办法，没办法坐视不理。我不用封麦了。好，领先六分。但这个游戏真的是现在所有的艺人都很爱玩的游戏。说到拥有篮球魂的艺人，最近黑人在网络上抛出众艺人与篮球大帝 Jordan 的合照，可是羡煞不少人，包含爱篮球的他也不落人后。对啦，就是老肖，老肖拥有一台专属的 PS4 跟电视，可以随身携带，天天练习。但你以为这游戏很简单，你可就错喽。拍一下你的背影。一样失落，再接再厉报道。装作无所谓，不代表过不回。穿过熟悉的香水味，在你身旁会是谁？